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在干嘛呢？哎，啊，都是你的啊。你们啥名字？凡凡是犊子了，是凡凡。你两个昨天差不多问价格了，脖子卡过了是不是？你是假装听不懂嗦，赶紧下次办了。哟，小子可以啊，加点儿。大姐这里。大姐这里。真夸张！太爽了，真的。现在看着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一丢的爱等来折腾，被你认领。